有哈，大家也等一下要记得给出你们热烈的掌声哦，要给出你们热烈的掌声。那接着的这一首呢，我想呢也带来一首这个不要太慢的，好了哈，不要太慢，也不要太快的哈。这首歌呢是我今天呢要送给所有的这个母亲们哈，形容呢所有的母亲平常在家的时候呢都要这个打扫啊哈，打扫卫生，要照顾小孩哈，要照顾小孩，所以呢会比较那个忙碌一点哈。那要形容呢，这个母亲呢今天擦上了这个漂亮的口红之后呢，哇，这个美妙的一面哈。这个歌曲的名称呢就叫做 NG 哈，又代表着这个口红的意思哈，送给所有的母亲们。带来这一首呢，难得听到的一首金曲，叫做 NG， 跟大家分享，谢谢。母亲节快乐！好，是不是也邀请阿日到我们舞台前面跟大家演奏一下？大家可以，我们手电筒把它打开一下，好不好？照亮妈妈，照亮阿日，手电筒。谢谢大家啊！好，两侧都很多妈妈呢，特别来欣赏阿日的演奏。我也请阿日呢，尽量两侧来吹奏，走一圈，陪伴现场的妈妈们。大家呢把手电筒打开，旁边就是妈妈，把它照亮亮，漂漂亮亮的。Everybody， 好，右边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好不好？妈妈。母亲节的周六夜晚，我们一起手电筒把它打开，照到最亮，把妈妈照到最亮，一起来。观众朋友，我们也可以挥挥手，摆摆身。右边的朋友，我们给阿日热情的欢呼声，接下来一二三。再更大声一点，更大声一点，一二三，欢呼声！也代表阿日感谢大家，祝大家母亲节快乐！阿日呢也特别站到椅子上面哦，为高刚上妈妈演奏，妈妈健康。妈妈幸福，妈妈快乐。现在拉个长音，一分钟。大家有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阿日怎么被阿弥陀佛佛祖头特别剪了一个佛祖头，特别帅啊！这边我们前面没有尖叫声。阿日也到左边演奏一下了哈，哇，这边特别亮。还有屏东来的啊，高雄屏东啊，我们中冈里业的朋友，今天很早就过来，感谢您。还有我们民族路信院哦，老板啊，变成铁粉。日本的朋友非常仰慕，也稍微演奏一下。
去高雄东方体验主管啊。夜生完尖叫声，还有这边哪里？这边两位台北美女，特别是安日天美尖叫声。这个一分钟，祝妈妈长长久久啊！看现在功力好不好？台北有没有尖叫声？现在阿日呢，已经有台北的朋友哈，台北的朋友，阿日赶快到中间来，我们赶快收尾了，别没烂了，别没烂了，中间收尾，我喊一二三，大家讲一下。妈妈我爱你，然后欢呼声就停了，来，不然他快好没气了，来，一二三，妈妈我爱你，尖叫声，再给妈妈两声尖叫声，最大声，有没有进步啊？果然呢，他特别呢重金去比的这个阿弥陀佛。他距离这个头，我真的吓一跳。然后呢，突然之间顿悟了啊，原来他这个头呢是要配合明天什么什么菩萨，地藏菩萨好朋友，长官就是阿弥陀佛。跟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会理这个头啦哈？因为呢，明天老师在地藏王菩萨要表演，对不对？结果呢，他在我理头发的前一天传一张地藏王菩萨的照片给我看。所以呢，我就去理了哈，就去理了。哎，掌声鼓励一下，掌声，牺牲很大。谢谢谢。那我们现在一起来介绍一下哈，今天难得从东京来的朋友啊，他们总共有十位左右呢，来我们台南府城。那他们没有到过台南，只有到过台北啊。我们是不是最热烈？十秒钟，掌声欢呼声，欢迎 Japan 朋友。朋友，我们东京的好朋友，掌声鼓励！掌声不断，掌声不断，代表热情不断啊！从东京来的，全台湾唯一啊！他们呢，从来没有到台南来，他们今天呢，先代表他们的团体，他们的乐团，他们在东京呢，有个好几百人的团体，那他们呢，先来考察交流一下哈，我们就邀请他们呢，赶快掌声继续一下，掌声继续一下 ，Hello，Lolo，Lolo，Lolo， 好，我们就请他们到中间来哈，这个也算今天母亲节的特别节目之一哈，特别节目，那今天只是稍微暖场。明天呢，我们主舞台呢，再让他们更正式的演奏啊，更正式的演奏。那他们的由来呢，是因为呢，我们智利小姐就住在安平20年了啊。那她从台北、桃园啊、台中、台东、花莲都住过。她说呢，台南最好，尖叫声。啊，那我请智利小姐呢，简单的也介绍一下，好不好？哈、啊，介绍我们这个来的朋友哈、啊，他是什么名字？那我知道他们团体很大哦，在东京是日本的首都，所以他们的乐团呢水准非常高。然后呢，这个乐团呢大概500人左右哈、啊，有职业的，有业余的，有兴趣的啊。那他今天呢，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啊，资深的过来哈。啊先考察一下哦，搞不好明年有机会，我们比较正式来邀请他们，好不好？好，谢谢大家。